今日好好天噶嘛。我而家喺度玩紧呢个系 Traxxas TRX-4 啦，咁佢系冇壳夹嗰个拆装方法嚟嘅。咁同埋我自己第一次玩呢架 Traxxas TRX-4 咧，之前就系拍过开箱片嘅啫。咁我冇玩过咧，我觉得佢都几顺嘅，好玩过我自己觉得好玩过漂移车咯。之前我玩过漂移车，完全唔识控制，但系呢个咧。去落山上山咧都 OK 嘅，咁就好啲，我就易玩啲，就冇咁容易炒車。冇咁容易炒車。你之前咁晚仲去炒？咁同埋咧。因為即係入咗你依間公司先有機會可以一路玩遙控車一路行山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都想一路玩遙控車一路行山咧，就快啲嚟加入我哋公司啦。咁好期待嚟緊同大家見面嘅。